迎收看《何人懂内幕》，是主持人王乃瑜，这是一个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论节目，欢迎您的加入。邀请您扫描一下我们画面上面的 QR code， 加入 YT 聊天室，我们随时跟大家多做互动。我们说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云林展开他的 long stay， 要助选他们自家提名的候选人林怡里，但尽管他们是全天候开直播空战，但成效却是不如预期吗？柯文哲为了这一局，好像已经豁出去了。他前一晚还在拜访养蜂人家开直播，今天一大早6:30又出现在路口接讲，前立委郭正亮评估说，民众党这一席是有机会的吗？但是呢，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很会积极抢声量哦。阿伯开直播开得那么辛苦，国昌老师精准打击议题吗？他狂打的是阴系养地搞光电，更点名前立委苏志芬黑金，惹得苏志芬呛得要提告。结果黄国昌呢，今天呢又冲去麦寮开直播，指着那一堆的地啊说，这就是阴系圈的地，誓言要结束官商勾结。但是黄国昌都在搞个人秀啊，这个麦寮选后他还会继续追他口中很严重的光电弊案吗？毕竟他现在野心呢还放在最大县市新北市，喊话民众党一定要拿下新北。别说他之前连续参加好几场侯友宜办的里长座谈会，他告诉民众党，为什么我去那个叫做晋升搏击啊，蹭人家的场子还说这种话合适吗？另外来关心引起社会哗然的知名主持人黄子佼性剥削案，他购买了非法的未成年的影片，只有缓起诉，罚金1200万，还有写悔过书等等，外界痛批未免也太轻了吧。包括在昨天晚上，他的旧爱小 S 等等艺人发起了脸书，要求立法院修法严惩相关的犯罪者。就有立委分析说，恐怕这个法条再严都罚不到黄子佼，为什么呢？尤其我们来看看欧美社会对于这未成年性剥削的罚则是相当重。今天要来揭秘台版 N 号房事件，这背后细思极恐的犯罪手法。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宾，资深政治记者尚逸夫。大家好，再来欢迎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你好，大家好。再来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吕家凯。你好，大家好。好，再来欢迎是时事评论员吴静怡 Grace。大家好。好，稍后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明、资深媒体人林玉峰都会陆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讨论现场。我们来看到呢，昨天在云林，真的算是蛮热闹的吗？我们知道阿伯从4月5号的时候他就开始下去 long stay 了，昨天又有一个国民党的韩国瑜也去了助选。这边呢有两场选举，一个在虎尾，一个在麦寮。阿伯主要攻的就是麦寮，因为麦寮他们有自己提一个人。阿伯多认真，阿伯不是出一个7:30 T 恤。阿伯现在6:30就去站路口，可能太早来了，对，6:30哦，现在还没上班，应该7:30，所以这个行程安排现在是要改变。他往前一点，往前一点，不要挡道，叫他再往前一点，再往前，那靠路边，往前靠路边，不然你会挡住柯文哲。来，请支持没有钱买下的候选人。我看很多是外劳。哇，这个想问一下逸夫哥，你看昨天呢，阿北呢在麦寮是今天早上了在麦寮的路口，很冷清我看到画面四个字，凄风苦雨。怎么喊怎么喊，外面都没有人呢。是像阿北说的，大家都还没上班，还是说在麦寮其实有很多的农民早就上班了？阿北太早还是太晚？开个6:30，刚刚好，就是都没有人。而且今天开这个直播可能也真的是太早那他的这个台北的受众们也都还没起床。今天这个直播人数真的是越来越低。昨天晚上呢，他跑去一个云林的养蜂人家这个弄蜂蜜的，300多人看我看了安尼气呀，那安尼是不是空战阿北怎么打，其实都炸不进麦寮这个地方呢？另外你怎么看阿北现在的战略，真的有机会赢吗？你看像是郭正亮说，这一席麦寮乡长这一席，阿北是有机会赢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不能从那个直播的人数来看这个麦寮的选情呢？另外你怎么看黄国昌现在狂打光电案？当然一件事情阿伯下去 long stay 辛苦啊，辛苦啊！你看早上这么早还要站在那边，又没什么人经过，我觉得也算是风雨中的苦情人物啊。当然，直播的人数下降，他从大选后直播的人数也一直在下降。可是我没有想到会出现300多这样的数字呢。之前800多，我们不要看300多，300多是腰斩又腰斩呢。我们看800多，看800多那个了，不要看300那个。当然啦，那你现阶段麦寮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地，很有趣的事嘛。韩、嗯、国瑜是云林的女婿嘛，是、哦、所以韩国瑜也义不容辞的去辅选了嘛、嗯哦、一天之内跑了两位候选人嘛，一个国民党提名的徐志豪，一个是蓝营支持的林佳宏嘛、哦、那徐志豪是麦寮，胡伟是林佳宏，然后。啊，当然在麦寮我们看到了就变成一个似乎好像有柯文哲跟韩国瑜的对战。那目前为止当然毫无疑问了、啊、在政治人物的之前做的那一种声望调查、声量调查、满意度调查，毫无疑问韩国瑜胜。嘿哦，韩国瑜甚至于当院长以来年轻人对于他的表现满意度节节升高，那这就更有趣了。因为柯文哲以年轻人的支持者为主，韩国瑜的年轻支持者满意，对韩国瑜满意的也往上爬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的较战就显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趣哦。当然这里面隐含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是2026年的云林县长的前哨战、嗯、所以张家在麦寮整合提、支持了徐志豪，当然林佳宏毫无疑问也是张家力挺的人嘛。那我之前一直都说过，其实张荣威是土库人、但他现在住的是云林、所以胡伟，所以胡伟对他来说是，一定要拿下来，不能输。当然麦寮也想要一定拿下来。最近不是都有报道吗？不是说这个张家跟林峰里曾经谈过吗、的问题嘛？当然柯文哲硬是要林义里出来选嘛，那硬是要出来，柯文哲就去。当然他看的是他总统的选举，在这边有34%的得票率嘛，排名第二嘛。但是补选哦，补选，我们常常你看补选的时候打得最轰轰烈烈的，一个是之前的立委中二选区，一个是南投，南投的那个许淑华当选县长那一席补选，那是打得最轰轰烈烈的，但是一直到礼拜六要投票。我们现在才开始在讨论麦寮跟胡伟的选举、跟当时中二选区跟南投、那天壤之别 啊，天壤之别啊、这个礼拜六天壤之别 啊，对啊，天壤之别啊，很冷哦这次。那其实补选哦，某一个程度上面，某一个程度上面，补选越往下走啊，立委、议员、乡镇长越往下走。其实某种程度上基本盘越显得重要、那组织动员越显得重要、还有你的提名人跟地方的连结，接下来才是看谁去帮你辅选、因为去辅选的人，比如说柯文哲去辅选，柯文哲的辅选，请问一下柯文哲的组织动员量能在哪里？没有，他空气票嘛，他到最后还是以不确定的选票为基础嘛、但是不要忘记哦，补选的不要拿总统选举或是正常乡镇长选举的投票率来看补选的投票率啊，大概都减少到10%到15%左右，因为麦寮的补选啊，大概之前的投票率2022年、才62%多，还60多少，总统选举也不过60几%，但一般乡镇长补选、大概40%到50%左右、那大家拼的是什么？拼的是组织动员盘、组织动员盘，那柯P去到底能够带动多少？而且越往乡下走，资讯的传播速度相对会比较慢，可能大家都知道柯文哲站街头，可能他今天早上6:30站，可能大家知道他站的时候是晚上11点，原来他有去站台，因为资讯的传播速度比较慢，所以柯文哲能够引起多少的效应，
其实我不知道啦，但是它的效应绝对没有韩国瑜的效应大、啊。那黄国昌的效应呢？黄国昌去直播打光电呢、欸？对，我讲一句白一点的话，黄国昌打议题打光电的效应，绝对比阿北站在路旁还要来得大哦，还要来得大嘛？因为你今天在那边挥手啊，请支持谁啊？拜托拜托。跟你一个议题，光电案能不能引起人民的感受？说，你看，你看，我们这一片地真的都被光电啊，等等等等等等。而且不要忘记哦，云林之前发生光电案，连议长都被侦办哦。嗯，哎，不要忘记哦，当初还包括了四个无党籍的议员，四个无党籍的议员被侦办。所以光电案黄国昌的选举打这个议题，不管苏志芬要告他有没有证据，我们先不谈、嗯。但是他打的这个议题是让当地的人民会去有所想象的议题、嗯。跟柯文哲比，他的效应会比柯文哲大、哦。他的效应会比柯文哲大、哦、所以黄国昌。可能在锋芒上会压过柯文哲。嗯，啊，你个直播人数，人家就算去云林直播，人家有一万多了。哎、欸，他们昨天同时在线，国昌老师一万一，阿贝傻爸。你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人家当主席可以开除黄国昌当主席。对哈、哦，所以只让你没有可以当。所以现在看来，其实柯文哲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嗯，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哦。那。内部第一个在直播跟声量，黄国昌比柯文哲来得强、嗯。然后你又看到里面蔡壁如跟民众党之间的问题。嗯，喂，啊，蔡壁如不是说他被周瑜修哦，周瑜修挖坑，不准他去。哦，不准他去，还有一个设局。嗯、对，他讲主要讲设局，是因为他去帮胡伟那一个无党籍的议员黄美瑶站台嘛。嗯。结果柯文哲是录影啊、帮忙录影带录影，然后宣传是林佳宏。结果发现，哎、嗯，民众党两个不同调，然后最可怜的应该是民众党籍的吴秉辉、哦，他也有参选，但没有人理他。好、哦哦，没有人理他。那人家也问过柯文哲说，哎，你们民众党籍有吴秉辉参选，他掉头就走。好、哦，所以最悲情的是民众党员吴秉辉。啊，最悲情的。那你现在看过来，因为不会去帮民进党的林明正站嘛？对啊，不可怜啊。然后吴秉辉是民众党员嘛，没人站嘛。黄美瑶有蔡壁如站嘛？啊，林佳宏有这个柯文哲的宣传带嘛？还有韩白河嘛？哦，蓝白河。还有这个嘛？对不对？那胡伟又是张荣卫的大本营嘛？派系。韩国瑜、国民党加白，所以胡伟这一边呐、啊，民进党要打得赢，真的有点难、嗯。那大家都在看麦寮嘛，麦寮当然民进党没有提名、嗯，因为比较偏绿的是许留斌嘛，许、嗯、留斌当过麦寮的麦寮乡代会主席，嗯、那许宗富是当过麦寮乡的乡长。那绿营现阶段看来票源有点分裂、哦、有点分裂、嗯嗯、那国民党是整合的、嗯、啊麦寮为什么 会要补选，就是那个许长坤啊蔡长坤嘛，当选无效，当选无效嘛，进行补选嘛。那徐志豪的活动里面出现了林建宏跟蔡长坤站台、嗯嗯、那林建宏是2022年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嗯啊、他没有站台了，但是他支持那个，他有表态了，表态支持许志豪嘛。换言之，蓝营是整合的，整合的绿营是没提名，有两个人、嗯。那现在大家就在看许志豪跟林依里的竞争嘛。嗯，好、哦，那当然。柯文哲在麦寮是破了张荣卫的局，嗯嗯，应该是这样讲嘛，因为张荣卫找过
林依里谈过嘛，所以破了他的局。那胡伟呢去支持林佳宏，是张荣卫支持的人，对，所以一个毁局，一个又去站那边，算是稍微这个、哦、这个包牌，哎，平衡一下，就卖掉我对不起你，让胡伟我帮你忙啊，哦哦、有这个味道嘛、嗯哦、但是你这样中观下去，你国民党在卖寮整合又有张家的力道，嗯，那还有韩国瑜的浮选，嗯，我在想。礼拜五那种选前之夜，韩国瑜会不会再出现？哦，嗯、哦那会掀一个高潮啊！韩、嗯、国瑜在云林绝对比柯文哲，啊、柯文哲有人、嗯、有他的地盘呢？啊，嘿啊！韩国瑜的地盘呢？啊，对啊，他是女婿、欸，对啊，云林的女婿、欸，加分云林的。对，所以你注意看，无论韩国瑜走到哪里，其实云林对他的感受度是最强的、嗯、所以就看韩国瑜还会不会再下去、哦、所以真的照柯文哲或是刚才说谁郭正亮是不是、哦、郭正亮然后郭正亮好朋友啦 郭正亮你会不会觉得孤零以里的机会大可能跟我的想法相对比较不一样、哦、可能要再想想、啊、而且还有一件事哦，就是工作者跟年轻人、嗯、这一次会不会反乡投票、嗯、就要看选情热不热 不管选情热不热、哦、你想一下一件事哦，你知道这个礼拜大概大学在期中考、哦、大学在期中考第二个清明节刚过、嗯、大家都才刚回家年假都回乡、啊嗯、然后又期中考、嗯、期中考完了以后了期中考完了以后、嗯、大家觉得放松是回家投票呢还是出去玩的啊去嗨的 啊去联谊所以对 啊工作的人年假也回去过了对、啊、回家扫墓啦、啊嗯、省亲啊都回去过了啊、柯文哲还期待有像总统选举的返乡吗、哦、年轻票回来还希望什么呢、嗯、我觉得一件事啊柯文哲的魅力、哦、已经不若以往、嗯、如果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嗯、如果是2018年补选的话他去站在那一边、嗯、其实不是时间的问题、嗯、是所有人都要冲过去看他对哦、因为他2014年当选的话、嗯、如果 你看吧大家都要冲过去看吧、啊、他现在在麦寮 CRT 很清爽都没有人要连上去、啊、很清爽镜头干净、啊、镜头干净大家拍的 会人形会比较凸显一点、啊、所以阿伯的形象会突出啊、哦、所以大家就在讲说啊、哎、这个阿伯 long stay 八天光靠八天有办法翻转麦寮吗、欸、但是他阿伯最害怕的那个男人哇现在又往云林进攻了来看一下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院长到现在两个多月从来没有助讲过现在剩跑几场了跑几场了就来帮助我们许志豪助讲现在突然觉得业务不熟啊有点陌生我们要选对的人做对的事走对的路这边下面都很丢许志豪做麦寮乡长韩国瑜张家俊徐以真丁学忠谢龙介全力做许志豪的后盾帮助麦寮打拼好不好哇 ，Grace， 我觉得这个哈、哦、韩国瑜真的厉害，选对的人，走对的路哦、全力支持赖萧配，哎，不是通常是这样吗？哈、哦，但是呢，他把全部党哦反转过来，这个呢也可以拿来支持他们的这个许志豪啦。但是你怎么看呢？阿北现在哇，昨天光是在声量上面就被黄国昌碾压呢。好，当然人家说这个空战呢跟这个组织战是不能这样子比的，但是阿北在地方有组织吗？阿北靠这八天有办法打败其他这个蓝绿在地这么长久以来？来的势力吗？还是阿北真的应该换换他的思考哦，转换一下，要学国昌老师打议题啦，打光电。你说云林民众党有没有组织？其实云林民众党有组织的，2020就开始建立这个云林的民众党组织。那
他那时候负责的那个组织是蔡壁如比较强、欸，对，负责的还不准去云林呢、欸。负责的立委确实就是蔡壁如啊，那蔡壁如现在不准去、哦，而且再加上我们壁如现在就是算是海线一姐啦，哦，所以其实麦寮也算是海线，你知道中冠线哈、哦哎。那为什么柯文哲不让他？其实我不知道他让不让啊，但是重点来了，其实之前这个我们这个义夫哥啊，哦，二月的时候哈。哦躲在某个餐桌的下面，啊、你柯文哲是不是有跟蔡婆啊吃过饭？蔡婆啊是像青浦公，对，公主张龙卫，对嘛？哦，我们上哥好像就在共事营结束的当天晚上。哎、欸，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共识？嗯、啊，你柯文哲在产生这个共识之前，是不是就去？是不是就透过哦，不是民众党的人哦，带了这个胡伟的参选人来跟你一起 cross 拍一个影片，嗯、有嘛？那民众党的中央哦委员他们知道吗？嗯、不知道嘛？我跟你讲，我觉得严格来算，你柯文哲那时候真的是有点危机耶，因为其实这个、民众党有规定啊，民众党要支持谁，是不是要通过这个中央委员会？哦，来开会讨论，然后通过的。好，就发生什么事情？你柯文哲三月的时候，党中央有派人去湖尾走一走嘛？啊，我那时候，我跟你讲，我每个礼拜二跟我礼拜三或礼拜四，有时候会去地方走一走。我刚好也去云林走一走嘛。那地方人是不是就有推荐说，哦，他们想要支持一个形象比较清新的 哦，那个黄女士。哦，长得有点清晰，我连名字都忘记。美瑶姐姐啊，美瑶姐姐，无党籍议员、啊。对啊，啊，明明党中央组织下去观察的啊，回来跟你报告说，哦，他认为黄美瑶好像比较适合、嗯。那地方组织的人也愿意想要去支持黄美瑶，你柯文哲是不是听到的时候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说啊？可是我影片就拍了，对嘛？那所以其实为什么、哦、柯文哲在辅选上光云林这一战他就产生了地方组织的分裂嘛、嗯、我问你，你柯文哲这样一搞哪里去支援、哦、这个麦寮，你麦寮站在街头的时候、嗯、我问你啊，你明明云林的组织就是你在搞分裂的啊，那我问你不团结怎么赢、嗯、我就这一句话而已嘛。那再来我们来讲齁、哦，柯文哲现在本来刚开始，我跟你讲，柯文哲齁比较喜欢对内斗争啊、oh. 他就觉得谁比较强就想要斗他啦。因为韩国瑜他赢不了，所以柯文哲最近齁非常注意谁，我认为他应该很注意黄国昌。Oh. 为什么？因为我是挺昌大将欸、oh. 最近我就收到通知有人来警告我，真的。Huh?因为我就是支持黄国昌，我一直说黄国昌的团队影音剪得很好、oh. 比柯文哲团队还专业啊。对啊，好，那我在讲齁，你我讲的错了吗？我讲对了吧？黄国昌直播的时候是破万人看、嗯、他并不是因为他去打了云林的谁而有产生破万，他平常就是这个，他平常都是这样啊、哦、所以他募款一开就好几百万人进去、嗯、啊，造成你中央党部的网站宕机，结果你看你们中央党部的人是不是赶快解释东解释西，还叫黄国昌说、嗯、拜托你不要，你们昌粉、哦、不要去找我们麻烦、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有吗？有没有？对不对？结果你柯文哲、哦、想要去辅选开直播，多少人看？哦，八百多人看，哦，八百多人看、嗯、那你看你的落差就是落差的非常大、嗯、因为黄国昌他打的是什么？他打的是议题，因为他敢打嘛、嗯、所以他对战谁？他对战苏志芬嘛。那黄国昌对战苏贞，我必须说啊，黄国昌的战略哦、喔，其实很多政治人物都可以学习啦，但绝对不是好的范本。为什么？那为什么要学？因为你会发现，黄国昌基本上你告他，基本上都不会赢的。哦，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掌握了一个重点，他下的标题，他写蔡英文的光电跟苏之芬的黑金嘛，他这个标题，然后里面呢在各种影射、嗯，但是判读出来呢，为什么都会？对方都会败诉，原因就是一个，因为他讨论的议题是可以被公开评论的、嗯、所以
当黄国昌操作议题写脸书的方式，他就比较像是评论员的方式。哦，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具体指控哪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特色是，他从来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某个事件。对，你看他讲话都不像是我们这个哦上公 哦都在谁的衣柜、谁的餐桌下，人事实地物都讲这样子，对他都没有，所以他还是用连连看的招数嘛。他的策略是什么？其实大家要记得陈明文事件，他的策略就在等你来告我。那你告我，你告不成，是不是就证明你我讲的就没有错？所以其实我是劝苏志芬啊，不用告他啦，因为选完了这一题就不在了。嗯，哦，就像是他之前打韩国瑜一样。说韩国瑜跟张家一定有特殊关系嘛、嗯、结果你看现在他不是都跟他们站在一起、嗯、对，所以这就是黄国昌的招数，但是因为黄国昌的招数他可以让他的声量极大化、嗯、那你就会产生什么，柯文哲没有可看度啊，对，那黄国昌比较可看度，那你知道党内现在出现了一个状况，我是柯粉，我支持柯文哲哦，那、啊、柯文哲才是党主席，黄国昌说的都不算，或者另外一种是什么？我不是柯粉，我是民众党的，但我支持黄国昌，我是昌粉、嗯，所以现在有分诶，叫柯粉跟昌粉。哦、所以现在是民众党的未来的路线，我觉得会非常的麻烦。再加上黄国昌又接近侯友宜这么近，嗯，你要知道黄国昌他打的这个议题，他怎么样都赢，为什么？因为声量都聚焦在他身上，嗯、他帮民众党了嘛，可能民众党没有因为加分，因为不会赢嘛。嗯，那柯文哲有加分吗？一定输嘛、嗯、在两个比较之下，黄国昌怎么样在这一次的补选他都是赢的、嗯、好，所以呢大家就说现在这个民众党里面会不会未来就有一个最大派系就叫做昌派呢？哦，到时候黄国昌哇恐怕就要超越柯文哲了，稍后再来讨论，先进广告。柯文哲还有黄国昌现在两个人、啊、都好积极啊，不停的呢跑去卖寮，说是要帮林依里来补选。好，我们先来听一下国昌老师现在新打一个议题叫做光电，来听一下。站在最中间的这位是谁？蔡英文总统。在旁边的这个是谁？苏志芬。全部都给你们搞就好了，可以这样干哦？啊？可以这样干哦？请问苏志芬，你到底要告我什么？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啊、我觉得哦，民进党不要想要用烂术来移转问题的焦点，真正应该要出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是蔡英文总统。当初不管是他们所提名的乡长许宗富，或者是现在开阳集团的蔡宗龙，全部都是阴系的，大家谁不知道？有哪一个地方这么荒谬，自己当乡长然后把麦寮乡的光电专区划给跟他以前一起搞光电的蔡宗龙。哦，请教一下任俊哥哦，这个麦寮补选呢，补选到现在要蔡英文出来打球了。嗯、另外，但你看到国昌老师真的是在为了林依里努力吗？我刚刚对于现在这个画面，观众朋友，你看到这个画面，我非常有感。到底是黄国昌在选，还是林依里在选呢？从头到尾呢，国昌老师自己走自己的，走在最前面，啊，林依里就跟在后面，不知道的以为是黄国昌在选。哎，不对啊，你看这个画面很奇怪啊。是林依里在选呢、欸，哎，怎么搞成这样子呢？国昌老师从头到尾还是去，从头到尾就是为了自己吗？你看，尤其这个直播有时候很坏，还只拍国昌老师，林依里都没有拍到、嗯、啊。今天那个在街头讲话的时候，也是柯文哲在讲话，林依里一句都没讲。民众党现在到底是在捧谁啊？我觉得，因为民众党自己本身在这个地方没有参选人吧。他都是去帮忙站台的而已啊。嗯、所以参选人，其实我认为在民众党这个阶段里面。不是主要的对象、啊 oh. 一定是冲自己的人气跟他的粉嘛、嗯、因为老实讲输赢跟他没有关系啊、嗯、我只是因为刚刚上公讲了一件事情嘛，地方补选是这样啦、啊哦、就是说你要 call 人，尤其是造势场合或者是你要办什么会、嗯、由谁去 call 你知道吗？参、嗯、选人自己 call 啦、嗯、你自己要去把你的人 call 出来、嗯、大家再来看看说你邀请了什么来宾，不是说我看你邀请什么来宾我再来决定要来、嗯、那个为什么讲说地方补选它的那个差距其实有时候都很近的原因就是大家比基本盘嘛，所以对于这个不管是柯文哲或黄国昌来讲到这些地方去其实都不是他的主场、嗯、可是黄国昌比柯文哲更聪明的是黄国昌知道怎么样凝聚焦点、嗯、我举个例子好了，柯文哲现在到现场去他说、欸、啊怎么开讲没有人来或什么的，那完全正常啊，谁、嗯、知道你要去那，
再就是柯文哲有没有创造议题的能力？其实柯文哲没有哦。柯文哲在那边，你看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在那边，哎、欸，在那边干嘛？叫他再往前走，那是重点吗？对啊。啊，算了，不是你啊，你可以帮别人，帮别人站台，而且那个车子我们自己都站过路口啊，这边也站过路口的。你那个挥手来挥手去，对不对？对啊。说真的，除非是真的很喜欢你的，知道你定点在那，会停下来跟你 say 个 hello， 按摩出来掐了赛鬼够。其实一般根本不会在意，没啦，按喇叭啦。早上睡起很累，还要去上班。你旁边那边挥手谁 啊？还有人骑过去岔洗啊，直接开走的。我想那种多的都是，你知道。所以柯文哲在这地方会有人气，我才觉得会奇怪，因为你不是主要的参选者。可是黄国昌聪明，他干嘛？他二阶，二阶的操作。我先开直播嘛，我开直播丢议题出来嘛，我就开始不管你怎么影射，或是假设，或者是直接骂，或者是怎样，我先丢议题出来。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直播完了之后有人会去问回应。等到你到现场去的时候，记者会不会堵你麦？会，他会去堵你麦。今天就堵了啊，今天就问啊，问光电啊。所以镜头就全部在他身上，人家这是操，这是会操作嘛。哦，仁俊哥，你真的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很关心阿北。今天他们那个柯文哲的 YT 频道多过分，你知道吗？他们在堵黄国昌麦的时候，阿北直接移出画面，全拍黄国昌啊。这么过分？对呀，真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这个柯P电视台可能会变成这个 HP 电视台。对啊，所以我建议啦，哈，建议柯粉哈，想要看阿北的看。我们还会比较多阿北的画面，对呀、啊，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这场其实对于柯文哲来讲，他本来就处于弱势啦，因为你也不是参选者嘛，啊，你去那边说实话就是一个问导游的一个状态嘛，所以我觉得对于黄国昌来讲，他很会知道怎么样抓媒体的目光，这是很多人讨厌他的原因嘛。可是我就讲，柯文哲其实你也不用生气啊，刚刚提到说哦，黄国昌开个直播弄一个募款，搞到柯文哲那个网站淡掉，还要赶快去解释。我就建议柯文哲，你也可以学他一样啊，你也开直播呼吁大家募款，看会不会把你的网站弄当、啊。对啊，我怕没有当掉，而且还很顺畅，你知道吗？就是对于柯文哲现在来讲，整个民众党其实确实会分裂成两种，所以分裂意思是说，黄国昌跟柯文哲的结合，绝对是因为利益而结合啦。因为柯文哲需要黄国昌那些粉，需要他帮他创造议题嘛。黄国昌需要找一个政治上面的新归宿嘛，他怎么可能用无党籍，不可能嘛，所以他找到了一个两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共同的利基，是我们互相扶持走过那一段。可是走过了之后呢，走过了之后黄国昌开始往他自己要的方向去走了。所以你看他直播有多少次会提过柯文哲，有会把不断的绑上，像国民众党有的立委，对不对？还要搞柯语录，还要把柯文哲的说的话，哇，这个问政的时候拿来，黄国昌不用跟你搞这一套啦，为什么？我靠我自己就好了，就有媒体了哈。黄国昌直播的粉绝对是他自己的粉、对，柯文哲直播的粉有多少是要从别人那边过来的？所以你看到柯文哲有很多的这个直播，他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开。我觉得这是黄国昌跟柯文哲最大的不同。柯文哲需要找别人一起，对，要么就被访问，要么就是干嘛。可是黄国昌可以自己一个人从头撑到尾、啊。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柯现在来讲，他既然没有创造议题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再吸引这个目光焦点的时候，都会回到什么？都会回到就是，那你就是在打这种擦边球啊，共诶为拢无人要听啊，你知无？所以你看，这样黄国昌现在很主大一个主目标，就是他都以选举为主。对。那我也觉得这是民众党的人自己做的选择啦。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也不过三个月前才刚选完总统，才刚选完不分区的这些立委，没想到这些人刚当选了，刚就任了之后，接下来就告诉我要再拼两年后的选举，就每天都在拼选举啊。还有一个就是每天都是穷到只剩下钱，我们好穷，我们没钱，你们赶快捐钱给我，每次都是这样嘛。可是他的粉吃啊，他的粉是吃的，所以我觉得在凝聚粉的这件事情上面，黄国昌其实走得比柯文哲还要来得好。是。这里面就会凸显出来，就是我刚为什么讲说这些选举对柯文哲来讲都不重要，原因是你从蔡壁如的表现你就知道了嘛。蔡壁如跟党中央里面的这种摩擦是第一次吗？上次还是为了要不要参加尾牙还是感恩会的时候说没有蔡壁如，蔡壁如那时候还帮忙缓颊，还讲说啊没有，就是没有我。后来还拍下了历史画面，什么柯文哲去台中啊，两个人还在旁边，两个人还在停车场讲话。对啊，就。我才不相信蔡壁如，因为到今天为止，蔡壁如并没有说他讲的是错的啊。对啊，他是直接批评啊。那我认为，对于柯文哲来讲，蔡壁如在所有人，在所有的民众党党员里面，其实蔡壁如的位置没有比其他党员高啦。
柯文哲现在的权力核心其实全部洗牌过一遍了、啊。对，他的权力核心就是陪着他打这一次总统大选的人。嗯，其他的你只要是什么选立委的，那不好意思，都跟我无关，都跟柯文哲的核心是无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蔡壁如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他去胡那个胡伟跟麦寮有什么关系？没有，这两个地方也不同。你会发现双方的回应都很怪，因为他说我禁止我去麦寮。结果民众党的回应是说，哦，他在胡伟那边的讲话是因为他之前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决定要支持谁，不同地方 啊现在已经决定支持谁。那哎，蔡壁如讲的是麦寮啊，他也没跟你讲胡伟，为什么你们要扯胡伟的这件事情、嗯、对不对？所以蔡壁如其实你现在看到这一段文字，其实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他因为他不管他在是不是在党中央做决策之前，蔡壁如那一段是有小草去攻击他啦、嗯，也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蔡壁如被定位叫做非柯族类、嗯、你不是跟柯文哲站在同一阵线的嘛？所以你禁止蔡壁如去，老实讲啊，蔡壁如一定要去吗？如果蔡壁如今天真的要去，那代表他对民众党真的有情有义到极点，即使那个还不是民众党的推那个自己的参选人嘛、嗯、可是蔡壁如还是愿意再去，那现在就回来了。柯文哲不让他去的理由只有一个啊、嗯，他要给大家看，嗯、我要谁来谁就来、哦，我要谁 不准来就不准来，我还是能够掌控民众党嘛、嗯。我只能说蔡壁如真的是很为柯文哲挺到一个程度了、嗯，但问题是，如果连私下抱怨这种事情都还有人要去出征他，那我只能说啊，蔡壁如之前你看，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啦，他跟党中央之前，如果你说伟牙在之前还有一个叫中央委员呢、欸。嗯，大家还记得吧、啊？还有中央委员的这件事情，什么多少人反弹他，不让他去参加。柯文哲还曾经都讲过说啊，中央委员也没有一定要在台北，在什么地方都行。最后是连名单也都没有嘛。嗯、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试图去操作一个是他还能够掌控民众党，但是民众党还有多少的人跟多少事是柯文哲可以掌控的？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两极化的一件事情啊。好，我想问一下嘉凯议员，你看哦，现在呢，我们刚刚提到是黄国昌这么积极在打光电，哎，但说到底，他都想要成就自己的声量啊。他现在想选的就是你们新北呢，哎，别忘了之前跟你们侯友宜蓝屌屌，就他说什么，我去参加这个里长座谈会哦，这个叫做晋升搏击哦，搏击哦，说呢是要来跟你们这个靠近一点啦，哎，但是话有这样子讲的吗？哎，大家会觉得。就说哦，这个国昌老师真的很怪呢。尤其哈、哦，黄国昌现在一直在打光电。大陆他真的这么在意新北的话，你们新北其实在这次规模 7.2 的地震也是有一些些许的灾情的。其实很多灾民他们其实是很多苦想说的。我们先来听一下。那个已经这样子，那个已经变成这样。那昨天技师说这个可以住了，没有立即没有危险。对啊，他说补一补，然后你们后续就可以回来住了。大家说，他说外面再怎么样，还是不如自己的家里好。我说家里都坏成这样的，家里好，那你专家你不然专家给你住，我不收房租。楼梯几乎看起来已经裂开了，裂开已经稍微有倾斜了。他们也会说，这个不是主结构，要我们自己找土木工会自己来修缮。楼梯呢已经断掉了 啊，你再震大一点就掉下来，我们往哪里跑？对呀、啊，谁敢回来住？会跟我们的公务局哈、哦，在没有渡根之前，先把我们的结构先做好，安全啊，让我们先回家。啊、你看嘛，当然了，很多人说哇，这个灾民遇到问题，当然就是找侯友宜嘛，哈，新北市府会来照顾他们。哎，但是黄国昌这么想选新北的话，这个时候你要展现你的那个。你的这个服务嘛，哎，但是怎么好像都不用提到，又想选。对啊，刚刚大家看那个刚刚最后的那个画面，你有看到黄国昌吗？嗯、就是如果你真的那么想选新北的话，不是喊喊而已、嗯，对不对？我先说一下他昨天发的新闻稿说什么。第一个，我希望2022投侯友宜的人都可以来支持我民众党，支持我黄国昌。哎、嗯，拍谁？干嘛要投你？我有一个国民党去年2022投侯友宜，我就不会投你啊。至少我目前没有看到你对新北有任何决心嘛。嗯，去参加板球行动之前很了不起吗？去参加那个芦洲的行动之前很了不起吗？那只是你去参加新北市那么大，为什么只去这两个区？再来，你在脸书还有对外的发言了、啊，你对新北从来没有一句关心，你的脸书也好，你可以去 po 一下环状线那些接驳车的时间也好，你都没有去做嘛。我先说一下，你说那句话逻辑就有问题。第一个，你把柯文哲你的主席摆在哪边？哦、你说我希望2022投侯友的票都希望投给我黄国昌，哎。你怎么不说2024是我希望64万在新北投给柯文哲的票，投给黄国昌，这才是基本的。你要尊重你的主席吗？对不对？再来是逻辑的问题。
而且这都是废话跟干话。什么叫没有2026就没有2028？这就是废话，就是干话嘛，对不对？你一天省下一杯奶茶，你十天之后你就省下十杯奶茶的钱。没有今天就没有明天，没有明天就没有后天，对不对？没有民进党就没有民众党，没有去年的国民党，也没有今年的民众党嘛。这些干话我就会说嘛，对不对？重点是干话说得好，丢我！我相信网友有很多干话，但是重点是你今天重点是你说了，你已经决定说你想要选新北市长。我相信黄国昌之心，众人皆知道 ，Grace 一定更知道。你也把他破解他的套路破解。重点是，你想选新北，你到底为新北市民做什么？你跟我们这些现任的新北市议员交流过什么？新北市不是只有板桥、欸、不然我都议员，你只是想补选议员，只有板桥议员而已，好不好？其他就不见了。对啊，你这个态度，我觉得说你的格局目前只停留在你好像只想去选议员之那个空缺出来的议员而已啦。我只能说这样说啦，对不对？还没到你真的想选新北市长的格局，你应该真的是利用这两年的时间，不管在立法院你要去接弊什么的，我都尊重。但是你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我不管是跟我们国民党，或是你们民众党的一位陈时轩议员，或是民进党的议员，大家去了解说新北市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你还是想把持小草要他抖内你，然后去绑架我们国民党的情绪，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我尊重你要选新北市长，但是请你拿出你的态度，尤其在新北这一次很多的灾害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敢去检讨？很多我们蓝绿都去检讨啊，难道是因为那个捷运是你老板、你的主席？柯文哲那时候盖的，所以你不敢发声嘛？所以我想问一下黄国昌，至少表个态嘛。我觉得刚刚嘉凯议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大家说阿北，你现在有很多不定时炸弹，你刚刚提到这个环状线，阿北之前一再强调说，哎呦，那个是我们台北市盖的，哦，讲了那么多次，结果现在的环状线歪掉之后，阿北一句话都不再讲了。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台资光的案子，柯文哲也没有讲清楚。我想要问一下永宏议员是哦，啊，你看啦，黄国昌感觉就是现在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对阿北还有一丝的尊重，但是他讲这个话，我就觉得超妙，他跑去侯友宜的场，然后跟人家说呢，哦，我最近去参加这个座谈哈，因为虽然是侯友宜的地盘，但是这种近身搏击哦，我当然要给他踩进去啊。如果要近身搏击的话，发生这个地震的时候，新北市民最需要民代来服务的时候，国昌老师人呢？哎，一切都是假的啦！近身搏击，搏击到哪里去？刚刚嘉凯有讲嘛，没有看到他讲半句话嘛，连嘉凯都会去讲说新北市捷运到哪里出了问题。你有看到我们的国昌兄讲任何话吗？近身搏击的人是楼梯，你知道吗？哦，馆长，馆长搏击的，不是，怎么样？发音要标准。议员不要理他，无视他。黄国昌现在的声量是远高于柯文哲，对，这是柯文哲现在担心的地方啊。人是你找进来的，虎是你牵下山的，你要他回山很难啊。然后黄国昌的逻辑也很清楚，你看他刚刚讲说，他讲他单挑什么苏志芬，单挑蔡英文，他说这个光电，云林光电都是苏志芬他们弄的，都是弊案，好奇怪哦。云林县长好像是姓张呢，张家呢，然后他们的云林的官网上还讲说张立善哦，绿能再创新里程哦，他的建设局说哦，我们的太阳能电厂启用，哇塞，地方派系当县长，太阳能启用就不是弊案，然后讲一个都是蔡英文的错，都是蔡英文的错，这个我觉得有点怪，然后到了新北。跟这个侯友宜就是啊很好啦哈，然后就虽然说我要近身搏击侯友宜啊，他急到哪里了？好像没有吧？没有，我觉得嘉凯还比较，嘉凯身为国民党的党员都还会去关注嘞。对呀、啊，黄国昌都没，黄国昌这人就这样，我要逗你是有目的的，我要跟你好是有目的的，逗你是因为你可以拉抬我，跟你好是因为你可以拉抬我，哪一天跟我没关系的时候，我就又好朋友，哪一天。跟我没关系的时候就不是好朋友。他以前有没有骂过韩国瑜？有嘛，对不对？他以前有没有骂过侯友宜？有嘛，现在都没有啦。啊，这个就是我说真的，这是民众党的本质跟特色，就是自己顾自己，然后用相互斗争的方式。所以你看蔡壁如也很可怜啊，跑到云林去，对不对？不准他去。海线一姐呢，你看海线从大甲清水，然后这个鹿港轰万到麦寮，应该是海线啊，结果他被他的徒弟，他那个徒弟叫什么名字 ？Grace， 不重要，反正被他徒弟现在当秘书长那个人，周一秀，他把他牵出来，然后现在逗他自己的阿纪啊，这个就是民众党的特质，就是内斗一些第一名，
内斗内行啊，外斗看状况。好，所以呢，大家就说这个阿北要小心国昌老师，然后请神容易送神难。最后不要整个民众党哇，党主席变成黄主席呢。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讨论。讨论到是民众党的部分，那接下来要来看到的是呢，大家一直在等说马英九现在人还在中国哦，还有很多的行程哇，每天跟个观光客一样啊，到处去看。到底所谓的马习会什么时候会登场呢？马习二会原本说4月8号，结果没有，那有可能是在4月10号吗？现在还说叫做龙年龙月龙日要来登场吗？先来看一下啦，马前总统最新的这个行程。我们纪念抗战，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汲取教训，自立自强，振兴中华。我们后辈必须牢记，身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学会和平解决争端，为人类谋幸福，求和平。我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好，我们看到呢，这个马前总统呢，现在真的是呈现一个完全观光客的 mode， 直接给他开启哦。包括说呢，今天跑去这个万里长城啊，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说，马前总统很感性哈，在中国的时候已经是哽咽了好几次，今天又哽咽了。今天呢，是因为去这个万里长城啊，听到人家唱这个长城谣，哇，这个马前总统呢又非常的感动啊，又不禁拿出了这个手帕，又来擤了一下鼻涕，这样子。万里长城，万里长。好，是，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说呢，现在这个唱这个。唱在国民党的议员的耳里，哇，大家就说不要再这样了，马前总统这个业力最后会引爆在国民党身上呢。尤其啊，现在人家说马前总统的所有的行程跟所有的讲稿真的都是北京当局帮他安排好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被爆出来的话，哇，那对国民党来说又是一记重创吗？我们先进一段广告，3分钟之后我们现场请专家来精辟帮我们分析马前总统的行程。先请教一下任俊哥哦，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国民党亲众派现在要挫雷弹呢？你看到叶元之直接说，哎呦，他觉得马英九吼现在在国内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为什么要一直打着感觉有点在消毒的感觉呢？不要讲马习二会搞老半天，到现在都还没有登场哦。大家说可能就是在十号登场了，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中国的媒体说这一天呢叫做什么日？龙年龙月龙日，哇，真的是最赞的那一天，两个人就要见面了吗？好，包括马英九说的话，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身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要学会和平解决争端等等等。很多人说这些论述后，当然听过很多了，甚至有媒体也报道说，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北京准备给你的呢？好，你看哦，马英九感觉啊，人家说哇，好像是中国的狂粉一样，对中国这么多的爱，但是中国对我们有吗？你看美国的报告，共军东南沿海部署东风17中程飞弹，瞄准台湾以及他的盟友，哇，武器对着我们，马总统还对着人家说，哎呀，我们啊血浓于水，哇，这个是给国际的盟友们是什么样的讯号啊？我觉得马英九这一次去中国大陆真的会让一些国民党的人产生实质精神分裂的状态。你的右边那位就有点紧张。他是我认为在国民党里面算是理性的人。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有一些人会进入到实质分裂的状态，就是因为很简单嘛，又要一方面说肯定马英九去是传递和平，然后一方面又要肯定这个，但是又担心什么，中国大陆给马英九的规格越高，要是马英九讲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话，那国民党要不要再照单全吞，还是要把它变为叫做个人的行程？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甩锅的就是朱立伦嘛。朱立伦现在老实讲也根本也没有 care 马英九到底干嘛，他也根本就不碰嘛。我听到有这个好朋友都还一直讲说什么，你看中国民党的策略就是这个马英九去中国大陆表达传递和平的善意，然后夏立言到美国去表示这个国民党还是在走亲美友中的路线。我说这里前面不伦不类的比喻啦，夏立言是正式的国民党副主席呢，他是代表国民党去，你马英九前面身份你卖搞公荣誉主席国民党对荣誉主席也没有多么在乎的好不好？如果在乎的话怎么会选前直接不让他上台，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现在对国民党来讲，一方面又不能去骂马英九说你看啊他去这边要表达什么，
那只能寄望在什么？就是马英九的理性战胜于他的良知，哎、欸，好像也不太对。可是目前就我们看来，他现在非常感性哦。不是感性的问题啦。哦、你刚为什么提到说有人会质疑他的讲稿是不是都是北京给的？哦、因为他现在在不管任何一个场合所说的话，事实上过去习近平在同相同类似的场合都曾经讲过嘛，类似的。而且马英九这一次去，不是国民党认为说这个叫做什么祭祖啊，哈、嗯，还是反什么反祭祖返乡之旅。可是你看他这一次的主轴更往前走了，为什么？因为你去看他一开始到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被中国大陆标榜了叫做两岸一家亲、嗯。可是马英九在这一次截至到目前为止所有所讲的话，他不是在两岸一家亲的状态，他叫做两岸都是中国人。嗯，你去看他一开始到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被中国大陆标榜了叫做两岸一家亲、嗯。可是马英九在这一次截至到目前为止所有所讲的话，他不是在两岸一家亲的状态，他叫做两岸都是中国人。嗯，这是马英九这一行的主轴哦、嗯。那这个其实是国族认同的问题。这老实讲啊，有时候国族这种东西是很难去讲说谁对谁错。这个我相信大家不会去严厉的抨击跟批评。但问题是，马英九在这一次从他各个不同的参访里面、嗯，比如说在文化的部分，哇，那个汉字啊，那个字体啊，怎么样？他讲了很多。他甚至去碰触到，比如说地理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就像钓鱼台。对。马英九，你在年轻的时候是保钓运动、欸，你一直在对外很坚持骄傲。2012、2015，大家去 Google 一下，他在不同的媒体里面都曾经公开讲过说，钓鱼台的主权是中华民国的，身为元首是不能够有所退让的。结果你今天去那边看到史料，跟福州渊源很深，你跟中华民国渊源很深嘛？你刚讲的是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全部照单全收呢？你就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讲啊？所以你说他这一次里面会不会去呼应？而且同样的这些史料这些东西，习近平之前好像也都去看过嘛？他讲的话都差不多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整体上面来讲，中国大陆把马英九不断的拉高，他当然试图把马英九当成是一个好像台湾人民的代表嘛，他毕竟曾经当过总统，我觉得也不会否认他曾经当过总统嘛。可是当总统的时候所说的话，跟他现在所做出来这个言行，其实是有一段落差的啦。民众其实一开始对于九二共识哦，没有那么大的。我老实讲，没有那么大的质疑啦，好，因为最早的时候，其实九二共识真的就是在政党跟政党之间 的对抗里面哦，各自使用的政治语言啊。什么时候开始，整个的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产生严重的质疑？就你马英九嘛，马习会的时候嘛，人家都双方都讲好不要谈九二共识，不要碰触这个敏感议题，马英九自己突然丢出一个九二共识里面的一个中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大陆，你真的去看哦，2015年之后，中国大陆对于所有九二共识的论述只回到一个中国，没有各自表述了啊。嗯、因为你的总统都自己出来告诉我只有一个中国，对、后来回去不断的洗版说哦，有，我们也私底下见面的时候有讲这个各自表述，各自表述就没有嘛。你真的回来看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九二共识，为什么到后来完全只剩一个中国？是不是2015年之后开始的？谁造成？马英九造成的嘛？所以马英九这一次去，他希望能够营造他自己跟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接触的 高等的位置。我认为中国大陆很乐意做给他啦。为什么？拉高他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差别？也无什么损失啦。啊，回家已经弄，没就没有跪车站对吧？告车站以后，啊，我连汽车都开在这边，给大家觉得说哇，马英九个，马英九当然开心啦、可是问题就回来了，这些东西做给谁看？你觉得台湾民众现在多数比较起来，认为马英九去中国大陆是能够代表台湾人民心声的、请大家也可以表个态嘛、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我们没有授权给你、连国民党都没有授权给他，他也不是两岸的特使，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个人身份、所以现在不断的被拉高，对于国民党来讲，因为会完完全全表达赞成马英九去那边，而且一直认为在传达和平，甚至强调马英九会基于中华民国宪法表达捍卫中华民国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是失望的嘛。我最失望其实是在钓鱼台的这件事情上面嘛。你很有机会，就大可以公开，按照媒体报道，人家在那边喊你总统好，你都没有被禁止了，你就公开讲钓鱼台这些东西，钓鱼台是很有争议的啊。日本说是他的啊，然后美国基本上是按住日本嘛，认为说这个日本有实质管辖权，只是大家都保有一个默契。我们也讲是我们的宜兰啦，我们也是这样讲啊。那中国大陆也认为钓鱼台是他的啊。马英九，你在这时候你要捍卫，按用国民党人讲法是，你可以，你一定会捍卫我们的主权，表达我们心声这件事，你居然一个字都没有说。那跟当年九二共识你只讲一个中国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你怎么寄望他？所以现在大家就一直在等的是，
马英九跟习近平会不会会面？说真的啊，你刚讲那个飞弹的这件事情，他也不是今天才对着我们，对不对？一阵子，马英九我才不相信，他会去跟他讲说那个飞弹给我拿下，哎，把它撤一下，转个方向。我们不是和平之旅吗？撤下啊？不会啦，不会啦，撤下的话连会面都没有，就应该就更不会有了啦哦。所以我其实不会寄望马英九说任何要去冲撞，但你最少捍卫自己的主张要有吧？对。如果马英九还记得2016他卸任总统之后他感受到最屈辱的一天是什么那一天他去参加外国的研讨会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演讲的时候被要求改掉身份大家还记得马英九拿了一个手写的牌子还在自己手写哦手写说我是中华民国前总统然后他那时候说我在当总统的时候很多人骂我什么卖台亲中结果我今天卸任元首还受到这样对不起那时候声援你的人是民进党、因为打压不让你上台的是中国大陆啊、你完全忘记这一段了那、你今天到那边去说真的你要用个人身份都没有关系但你请不要把自己把它拉高变得好像你代表了所有的台湾人就代表怎么样你个人行程我们都弄中国大陆把你拉高也只是做给大家看说哇你看啊连中华民国这种以前的你们号称的什么台湾地区、来这边他也是要跟我们同一个步调一样是跟我们是同样一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国民党整体上面来讲哦、马英九接下来因为 还有几天嘛他11号要回来嘛、11号之前大家、我刚刚还在跟老师在那边私下我们两个还讨论说习近平会不会跟他见面好，会见或是不见、到底见不见很多人明天就知道很多人都一定还在揣测啦、那我其实老实讲现在多数人会看的其实不是马英九会在说什么话、你能够说话的机会其实都过去了、你有很多私底下这种行程、你都可以讲你都没有讲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一个想法嘛、那接下来只有一个状况是如果今天马习真的会面习近平讲了什么、你马英九会做什么回应、如果你又回到了那一种就是或是客随主便因为比较特别的是萧旭成在这几天被问到马习会相关的事情被问到有没有取消或干嘛萧旭成的反应都很强烈对他用的字眼都很重那这种重到底是要讲给我们听、还是要讲给中国大陆听还有两天嘛所以大家就等着看哦。那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专家我们的这个陈教授想跟你请教一下这个马习二会到底会不会登场呢大家都感觉哦，等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发这个通告给马前总统马前总统也很怕被撤通告吗你看哦，现在呢行程已经来到今天4月9号已经去9天了整整9天有非常非常多的行程马前总统倒可以在任何一个行程里面安插一点其实会让台湾人民稍微安心一点的这些字眼都好但是你看他连在钓鱼台他以前最在意的这个钓鱼台他都没有做一个表态那大家能期待说马习会上面能说出什么样的话吗还是真的像是媒体所说的现在已经显示说中共恐怕已经将马英九视为抗衡西方的统战工具真的变这样了吗马习会我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可能不大的了至少正式的一个会面我个人不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毕竟现在已经9号了他后天就要坐飞机回来了对那明天剩下明天一天一般而言正式的会面应该是会事先公告的所以我想最多了最多或许习近平给他举行一个家宴请他吃个饭那或许更多的话那可能在吃饭之前或吃饭结束以后是那在记者面前大家讲一些话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或许可以满足一下跟之前在新加坡那个已经是规模不一样了 对, 对但 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可以也不大因为毕竟以目前马总统目前的一个他很明显的就像叶元之讲的嘛他对于台湾对于国民党可能都没有多大影响力了那以他现在的一个分量基本上我觉得或许对于对习近平而言他可能也觉得没有这个意义在那当然也有人觉得或许明天4月10号还是有可能举行是那当然基本上我也不认为说他是为了说要去抗衡什么美日高峰会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举行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马习二会或者说马总统说讲的一些言论来去塑造一个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都是中国人这样子的一种统战那种大外宣的印象然后因为毕竟我想美日峰会跟美日非的峰会一定都会谈到台湾是那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事物他当然必须要去塑造这样的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透过中华民国前总统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言论是那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我基本上从4月1号到现在已经9号了9天了9天了我一直在等马总统讲4个字就像刚刚两位所说到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到目前还没有从马总统的嘴巴里面讲出来，那是跟去年很大的差别。去年至少马总统在一些场合就讲，他还是会讲到中华民国，但这一次到目前为止，他都还没有讲到中华民国，还是他怕讲了就被撤通告？搞不好讲了以后，他可能他现在可能还期待跟习近平见面，所以还一直憋住那一句。讲了以后，讲了以后就没有机会见面了。好，就像那个刚刚那个任俊讲到了嘛，这个之前有个这个高雄来的人跟他喊总统好，他就跟他讲说他是从台北市文山区来的，对，他连台湾都不敢讲，连中华民国都不敢讲，那当然。哦，就所以昨天那个我们陆委会主委才说嘛，哦，那这位高雄来的这个台湾老百姓，搞不好因此坏了这个马习会了，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哈，这或许可能也是国民党要出来当一个很重要关键，因为你连中华民国你都不讲的话，那你可能塑造一种印象啊，或者给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感觉，马总统可能连中国老百姓所批评的所谓的华独，他都放弃了，过去。对中国的定义，什么叫台独？你主张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他也认为是个台独，这叫所谓华独。但你如果现在你去中国大陆，你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领土，你所讲的言论没有提到中华民国，那我个人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你在这边言论，你提到连九二共识，提到一个没有讲到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然后提到两岸同为中国人，那这个在国际社会大家看到感受到的，当然就会认为你台湾老百姓，你有个前总统，你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你愿意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那如果今天中共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做这样的国际的外宣，然后也真的让国际有这样的印象，我觉得这对我们台湾是很危险的，今天如果美国西方国家觉得你台湾你自己都愿意做中国一部分了，你自己都愿意做中国人的，那中国来打你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牺牲我美国军人的生命来救你台湾，来帮你台湾防卫呢？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个人觉得这对我们台湾是一个相当程度的一种伤害了哈。那另一方面，他去中国大陆的一些行程，就像刚刚谈到，我相信应该也都是中国大陆在帮他安排。您就是精心安排的吗？因为我觉得一直提到一种感觉，一直在塑造着一种我们是中国人，这是我们的民族情感，我们同气连枝，我们是一样的人，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给国际的外界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了。所以民进党就说这个是统战的一个套装行程一个 set。他从这个深圳深圳是过去他的习近平老爸习仲勋所主政的一个地方，怎么一些公司那另外一个又到这个一些抗日的一些重要的一个遗址那他所发表的一些种种的言论其实就要塑造这个两岸都共同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抗日的经验那要塑造说我们台湾应该要跟中国一起来跟美日之间的一个同盟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抗，应该要怀念过去的一个历史，就像马总统他昨天礼拜一讲到的，他说台湾在抗日时期他有做很多的一个贡献，台湾老百姓也在抗日时期有很多的一个抗日的一个作为，他要去讲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你看今天中国大陆媒体就做这样的一个大外宣了那这样本身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分化我们台湾跟美日同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明天4月10号美日高峰会要举行，我相信这样的举行一定都会提到要维系我们台海的和平稳定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说今天我们台湾跟美国美日的同盟关系被分化掉的话，那这当然对我们台湾是的安全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危险在的嘛。好，确实刚刚老师也帮我们分析了，而且这个时间点就刚好落在这个赖清德又要上任之际，哇，感觉就是要给赖清德一个让你很辛苦嘛，让你难看嘛。但是大家就很关心了，好，明天到底会不会有所谓的马习二会呢？但所谓呢，马英九定调这次叫做和平之旅，但是真的有和平吗？包括刚刚提到最新披露说所谓的东风时期的中程飞弹又是瞄准台湾等等，再来中国也持续在吃我们的豆腐吗？你看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副代表耿爽，他竟然代表我们台湾感谢国际社会在地震对我们的同情。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中国大陆方面对此次地震造成的伤害高度关切，已经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表达了诚挚的慰问，并愿意提供协助。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好，请教一下上公，这次所谓的马英九跑到中国去，今天已经第9天了，到现在听不到中华民国4个字，这件事情对于
大家来说，哎，我谢元之说啦，对于这个台湾马英九没有任何影响力啊，但是就像你讲的，啊，但是对国民党杀伤力很强大啊。你怎么看这个杀伤力会让他们整个2026、2028这样子，哇，大家遍体鳞伤吗？这件事情要问你之外，哎，大家说国民党齁，除了马英九这件事情很扣分，还有发生地震时他们删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件事情也很扣分，但是他们还不认哦，他说没有啊，还有第一预备金、第二预备金啊，这从头到尾跟这个都无关呐、啊。哎呀，是民进党吼拿地震在做政治操作啦！哇，气得柯建铭写2000字的文，怎么一回事？我觉得一件事情啊，就嘉凯坐旁边嘛。嗯，马英九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是很小，但对国民党的杀伤力极大。这就没办法嘞，对不对？没有影响力却有杀伤力，就是他要影响国民党内一些事物。可能已经哎，预阵乏力，太直接了。但是跟预阵乏力，哎，跟习近平讲一些话，可能就要国民党趴在地上哀嚎。嗯，那、啊、这没办法，因为没办法切割嘛。啊、你看他去那个孙中山的故居，还有黄花岗上面那个花篮缎带写什么？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他不敢写总统了、嗯啊、不敢写了、啊、当然不敢写啊，切不了嘛，你看他告诉大家我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嗯，你要怎么切割，切割不了嘛、嗯、当然马英九这一趟去当然最大的期待就是跟习近平见面嘛、嗯、跟习近平见面怎么可以讲中华民国呢，讲中华民国就见不了了、哦、退通告对不对，在黄埔军校里面哦、我在总统府当过8年总统，碰到高雄市民总统好，哎，延期，嗯，再讲中华民国取消，再讲讲看啊，对，然后讲得更严重一点，限制出境，就不让他回来了，哇，那国民党应该会很热，所以我觉得一件事啦，当然马英九去跟10号的美日拜登跟岸田跟11号的美日非三方会谈峰会，还有当天的拜登跟小马克思小马克思的见面嘛，到底会不会有任何关系哦？我觉得不排除中共是认定有排定的时候是跟这件事情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哈？就回到2023年的8月，大卫营的美日韩峰会，美日韩峰会里面共同声明里面有谈到台海的稳定对世界的繁荣不可或缺等等哦，其实是有谈到的。那美日韩之后是确定每年召开一次峰会。然后也确定要进行、每年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反潜跟反导弹演习、再看今年1月美日韩海上联合军演，4月美国出动了 B-52 战略轰炸机美日韩进行空中联合演习，那韩国说得很清楚，会有这样的演习是来自于2023年8月大卫营后新的作为，那中国要考虑一下美日非会有什么新的作为，美日非也要考虑一下，也要回过头来看一下马习会讲什么。马习会讲，因为现在牵动的不是美中的关系，不仅美中的关系，南海的关系，东海的关系，还包括520赖清德要上任，美国也希望中国不要做出什么逾越分寸的行为，否则就没有拜登打电话给习近平去强调说我仍然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你不要给我乱动，所以彼此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关联性，我觉得还值得观察啦，还值得观察啦。那至于说国民党三特别预算，我觉得这个话民进党是有一点刻意放大，因为他们三的是特别预算的4款里面的第4款，
哦，是数年一次的政策，还有什么是三的这一款？那一到三款里面呢，第三款是重大灾变，并没有删掉，并没有删掉，并没有删掉。所以重大灾变的时候需要特别预算，在预算法83条里面第一项第三款依然维持哦，并没有删掉哦，并没有删掉哦。好，删的有人建议的是第四款，国民党的提案是包括民众党提案，洪孟楷的提案是直接把第四项删掉，就是数年一次的重大政策啊什么的特别预算那一条删掉。那张志伦跟徐新仪对83条这一款的建议是要先经过立法院同意使得提出这个特别预算，但是关键没有，关键是84条徐新仪要把那个弹书删掉，是啦，重点是这个啦，84条的弹书，84条的弹书是国家有那因应急需的时候，类似啊急需的时候可以先动支付一先动支一部分，对了，这一个条款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备而不用。那回过头来看历史，什么时候用过？921大地震。921大地震的9月22号发生的隔一天，我们中央政府拨款台中县政府、南投县政府及其他县市政府，整个的下去一天之内哦，第一阶段是中午，第二阶段是下午6点。总共拨了53亿到地方政府哦，那速度之快哦，因为第一阶段是拨25亿，发现灾情月报还是很严重。第二阶段是6点准时拨到县府，的户头去哦，总共一天之内拨了53亿下去，其中第一次拨款就是原用84条，原用84条，因为当时预算还没有编。预算并没有变，但是他告诉你预算还没编，可以先动之一步嘛，以紧急需要。他动的是什么？动的是前2年的县市平衡基金的结余款。他是先动之的哦，所以这一个条款叫做备而不用，发生灾难的时候他就马上要用到。你知道921预算之后，日本国会议员，你要知道日本也经常发生地震，对，日本国会议员对于台湾921震灾后如此快速的拨款感到惊讶跟佩服，就你中华民国政府怎么可以这么快的速度可以拨出这么大的款项，其中关键就在84条。我觉得一件事哦，修法哦，大家可以去检讨，让它周延一点，但是不要随便乱删，尤其是84条的弹书，备而不用，紧急的时候救命钱就要靠这一个条款拨出去。还有另外一个条款是22条啦，就第二预备金动用，预备金动用5000万以上，国家紧需的时候不需要立法院审查，可以直接拨。那我相信这一次林佑昌跟赖清德带过去的3亿是原用22条，原用22条，所以这两个条款是发生灾难的救命钱的条款，拜托。国民党不要随便乱删。我想问一下永宏议员哦，这个国民党批评说民进党吼在指鹿为马啦，从头到尾都没有删到所谓的救命钱啊，结果他们讲的是83，但是呢，刚刚上公也说了，重点是84条的那个弹书，他们就是没有说清楚啊，所以难怪气得总召发了2000字的文，告诉大家，要多读书。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另外还有马英九这件事情，哇，是不是真的让国民党超雷蛋的？我先讲这个特别预算，这个国民党现在鬼扯蛋。他的鬼扯淡就是说，我删的那个83条的第一款第四项，就是说，我删的这一条是什么一年之内或数年一次的这个，他说这个跟前面没有影响，跟特别预算没有有影响。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前瞻计划就是多年的预算，
我们的军购全部都是多年的预算，都不是我今年的总预算可以，我要分很多年去处理，这是一个。所以国民党在说谎，你们家真的在说谎，因为他删掉这个特别预算，就表示像前瞻啊、治水、流域整治，全部都是多年的特别预算。你当你把这条删掉之后，我们以后军购都不能再编多年预算，你就每一年一编而已。第二个就是把八十四条那个弹书删掉，那弹书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得先动之哦，特别预算不是说不用经过立法院哦，要经过立法院要审议的哦，只是说我在审议之前，八十四条说我在审议之前，因为我有急需，我可以先动之这一笔钱，然后之后的其中一部分哦，不是全部哦，比如我有十亿可以用，动一步，对，比如我有十亿可以拨，但我只拨一亿下去，然后之后还是要回到立法院审议。他们把这个删掉之后，就是什么？比如说赈灾以后，九二一那时候连特别预算都还没有编送立法院哦，那时候没有特别预算法哦。所以那时候李登辉才弄了一个那个紧急命令嘛。但是因为你没有特别预算，你要所有要挪用资源要紧急命令、啊。他22号拨了53亿，25号的时候李登辉才发布紧急命令，所以还没之前他就先拨了。对，他就是沿用84条。是，所以我说哦，现在国民党讲这个，他还说没有，我们没有不会影响，都在说谎了。影响很大了，以后军购也没有了，前瞻也没有了，先动之也没有了、好，那我想问一下嘉凯议员，真的是这样吗？你看你们国民党还先说民进党搞不清楚状况、现在是谁搞不清楚？我再讲一下、民众党也提案删掉第四款、不是只有国民党，民众党也有提案删掉、你们蓝白合要来删这个所谓的救命钱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另外还有马总统，不是，我觉得删或是你要淡出什么这件事情，第一个要站在苦民所苦的角度、人民的角度去说嘛。但我觉得初衷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为这一笔预算或这笔很大的一些基金去把关了。等于说，我们知道过去选举在吵什么，就是说好像各个镇是因为蓝绿执政下所拿到的中央补助不太那么公平，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讨论。但是后续到底，因为刚好4月3也发生不幸的地震嘛，那有没有后续的讨论？我相信大家放大眼睛去看的时候，就会让它往公平的方向去前进。我比较想说的是马英九啊，对不对？好不好？那个终于讲完，我比较想说的是马英九。对啊，刚刚说确实没有影响力，所以我说实在的，大家正那么期待马习二会，我相信其实在台湾很多年轻人或是国民党内的，你一点都不期待。其实我没有很期待，即使是见面，假设见面或吃个饭，就老朋友见面又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国民党他是前国民党的主席，刚刚上公说了嘛，对不对？他上面的。的 title 是写嘛，前国民党主席。我们国民党现在是什么？在野的事实，为什么要用执政的脑袋去跟民进党去对抗？两岸的关系应该是执政党，现在谁执政？民进党嘛。过去8年也是，谁执政，两岸关系就谁负责嘛。那我就觉得，过去好，你第一次马习见面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执政没有错，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那么多年的在野，我们当然要重返执政的决心，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课题丢回给现在执政民进党才对嘛。所以我根本不期待马协会，我期待的是什么？我期待的是赖习会。大家不要忘了选举的时候赖清德说过什么，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习近平共进晚餐嘛，喝一杯珍珠奶茶，对不对？我们应该国民党把握这个机会，好好利用我们在野去问政去监督的这个力量，给赖清德或是现在即将卸任蔡英文压力。你的两岸关系怎么搞？这才是国民党要走的路嘛。我们不愿意放弃，不愿意去舍弃，说2个月3个月我们暂时忍住不要去对岸。暂时忍不住呢、这个是第一个，年轻人忍到20之后我们洗白自己嘛，因为我们被贴的标签就是比较，虽然我们是要和中，但是我们常常被外界贴的标签是亲中跟挺共、我们如果这个都忍不住，在520前后如果都忍不住的时候，我们到底想证明什么？这应该是民进党的课题、我们却想要把它当作我们还是执政的时候。你是在骂马英九忍不住吗？没有，我尊重了，没有说忍不住。我就应该，因为除了马英九，其实有很多交流，因为我们合中就要交流嘛，很多人。但我觉得你要先让你，如果你真的要看往未来2026、2028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痛定思痛去决定，告诉年轻人先洗白说，我们国民党很多事情跟我们国民党没有关，是民进党要去负责的，应该先做这件事才对。可以会觉得你们的大人都忍不住，现在传说说朱立伦这个北京也要朱立伦520后要来访中，哎，我还要带一众立委去，王金平也要可以去啊，对不对？我就可以去，但你先忍个3个月嘛，先3个月不要去，这3个月发生任何事情跟我国民党没关，好不好？所以以后就有关了。先洗白自己再说。好，先洗白自己啦。策略就应该是这样才对，很清楚吧。这个考题应该是要给民进党政府的、怎么会变成国民党现在自己？我们要吸收，我们到底想承担什么？这个业力最后就会大引爆。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稍后继续讨论。
要带您关心的是呢，这个知名主持人黄子佼，竟然呢出现，竟然去购买非法的性剥削这样子的影片，连立委王世坚都看不下去了，来听一下。他所谓的，跟黄姓艺人解除代言合约，他说很两难，我要他把这句话带回去，说我们社会的愤怒，要你这位司长滚蛋，一点都不难。我如果八个字形容这个黄姓艺人哦，十恶不赦，人神共愤啊！所以我认为他代表的很可能只是这种性犯罪产业，以及这各式各样的性犯罪里面的一环而已，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你到监狱里面去好好反省，这已经是社会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在监狱里面反省吧。哦，没有什么机会不机会啦。哦，你敢对那么多被害人，尤其是对儿童青少年，你来做这些事情，我坦白讲，这叫罪无可犯呐、啊！男子汉大丈夫哦，帮你自己保持最后一点尊严，你就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吧，不要再讲那些有的没有的哦。好，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来看到说，黄子佼跑去买了这个非法的这个影片，而且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大家觉得真的人神共愤。但重点是他持有这样子的影像，他最后他得到的惩罚是什么呢？大家说太轻了吧，被判缓起诉两年，支付国库120万，写悔过书一份，这个对黄子佼的财力来讲说是轻而易举啊。对他来说，他发的那个所谓的声明，很多人说也是为了他要付出来做铺路啊。但是我想先问一下这玉峰哥的事，很多人看到的是黄子佼这个个案，因为毕竟他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哇高情商的主持人，但是他背后有千千万万个，也没那么多，但是有非常多，有上千个黄子佼。因为听说呢，黄子佼所在的这个所谓的论坛竟然有高达5000名的会员，而且他们的手法是细思极恐，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一定要想办法把黄子佼持有这个未成年的不雅影片，把它好好的法办，绝对不可以用这种缓起诉的一个方式。那现在还有没有机会来处理它？还有机会可以撤销他的缓起诉。因为什么叫缓起诉？缓起诉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会有公开审理，不会进到院方，这件事情就像盖牌一样，嘣，你再也没有知，你再对就结束，你再也没有机会知道说他是怎么样进到这个网站，然后呢，他是怎么样跟这个后面的黑手老马来一个对话，他是怎么样变成高级会员。我觉得他并不只是说他去买了这些影片而已，他在这个性剥削的产业链里面，他扮演是一个金主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觉得包括北检，包括高检署，因为现在有机会来撤销缓起诉的是高检署，你不要为了一个犯罪者，我简单来讲，我觉得他就是犯罪者、啊对啊、这个东西来讲是零容忍的、未成年的不雅影片、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呢，不应该为了这一个人然后把整个社会拖下水。如果你就让他这样子头过身也过、他之前强制猥亵竟然可以不起诉、然后这个持有，这是属于那个性剥削的一个防治条例，竟然可以缓起诉，他就这样子，他就像逃走了，已过万重山，他就滑走了。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准备要来复出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的话，真的是不可以这么轻易的就把他放过去，因为在过去来讲，你要进入到这个创意私房里面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呢，他有这么深的一个执念，他到底是用了什么代价才进去？第一个，我觉得对他来讲，钱不是重点。第二个，你要变成这个高级会员，有些现在网络上很多老司机都讲说，你还要提供你的影片。那如果真的有提供影片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影片啊？因为他现在还有卡到这个其他的一个性方面的一个问题，难道是我们不敢想象的那样的影片吗？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好，那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事情，五千多个会员，还有这些会员都查了吗？你知道吗？其实警方把他们逮到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五千多个会员，那时候只有4000多个会员。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的司法动起来，把它处理掉之后呢，这个创意私房他持续的营运，还不减反增，持续的收钱，然后呢，变成说好像我们警方去办他之后呢，变成一个宣传，哇，原来有这一个可怕的一个网站，然后竟然持续去付钱。我觉得包括黄子佼，包括这5000多个会员，
应该要一个一个把他揪出来。你想想看，那些被害人他们被拍了这些影片之后，他们还有其他的脸书的一个社团把他们的资料给公开出来。所以呢，如果你既然让被害人遇到了这种事情，然后呢用偷的、用骗的、用强迫暴力的方式去拍了这些影片，甚至这些影片把他们 mark 起来，他们年轻可能时候被骗的，然后等他们上了大学，他们持续更新那些资料，然后他们上班之后呢，持续会有人互相通报说、哦、他在哪里上班，甚至会有无聊的人去比对。那你去这样对别人做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也要面对司法的一个制裁？我觉得应该用比较严厉的方法去办这些人，甚至呢就公布这些人的各他们的一个资料。而且听说这个所谓的主谋老马还曾经很嚣张说，哇，他们逃走了，对，他们没事了。因为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办他们来讲的话真的是力有未逮、哦、他们那时候呢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公告一件事情，就老马就说了没事了，大家安心了，因为他们封了我们的网域。我们台湾司法对他们最重的惩罚就是封掉他的网域。问题是你封掉这个网域，再开就好了。对，他只要再花600块，20块美金，又可以买第二个网域，然后就告诉大家说，来来来来，全部的账号的密码换地方了，走过来。所以呢，我觉得，因为我这两天有仔细去查一下，他们付钱的方式很多是用比特币，用这个以太币。其实你一路追查，什么叫做虚拟货币，什么叫去中心化，就是你一路追查，你可以查到最后的钱包。其实我已经勾稽出来他最后的钱包了。我觉得我们的警方只要去从他的最后的钱包去查，一定会有一些笨蛋、一定会有一些笨蛋是没有把它隐藏好的话。因为你在所谓的去中心化，就是你每个节点都会留下记录，我们就抓到他了，我们就有办法来办他们了。千万不要轻易放过他们。那你要怎么样证明你来法办他们的决心？黄子佼的案子先撤销缓起诉，然后好好的查到底。好，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任俊哥，你看哦，很多人说呢，因为基本上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说原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竟然流传着这样子的影片，所以很多人讲到一个点是说，黄子佼他的执念很深，他是有目的性的去搜查这些影片，而且像刚刚玉峰哥说的，你想要进到所谓的这个神秘的这个论坛里面，还不是你想进去就可以进去哦，好像还有类似说什么要有投名状，你要先告诉大家说你这个你是跟他们是一伙的，表现你的忠心，你才有办法进去。然后现在之前所谓的包括像周刊把这个所谓的创意私房整个炸开来之后呢，当时这个主嫌根本没在怕啊！你看东西被抄掉之后，原本4000个会员，结果刚好检方变成他们最强的宣传工具，变5000多人。那如果你没有把它斩草除根，黄子佼这件事情烧更大，会不会反而你又助长了这样子的论坛的成长呢？然后尤其现在如果这个法律不改，黄子佼没有受到更重的惩罚的话，反而是助长社会这样子风气吗？这个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所谓的速发布啊，或相关的这个网络侦防哦，不过我真的必须讲，我觉得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要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啦。就像这些论坛，他就是有这些管道让想要去的人知道，你今天抄了他，他明天告诉他这些会员，我就换一个网址。而且因为警方抄了，证明就是帮他告，就像你讲了，很多人就觉得哇，你真的有这些东西，他更想要去参加。所以你看黄子佼这个事件，其实从一开始，从 Me Too 事件一直到后来，其实这都为什么从这边再炸上啊，是因为检方去查扣了他的这个硬碟，里面发现到他里面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性爱的影片，那其中有被查到是关于这个未成年的这一块。那因为其他过去在有一些人是帮黄子佼加油打气，或者我必须讲，他可能在加油打气的当下并不知道有这个所谓未成年的影片，所以现在一个一个被起底回来，就是说那你现在还要不要再支持黄子佼？而且还讲说你这7部的影片，说实话啦，网络上有很多的论坛都在放这种，而且是公开型的，你也不需要用账密，都不需要，他就有很多的影片你都可以浏览。但问题在于是黄子佼他是参加了这一个，您刚刚特别提到他的门槛的那一块，是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入会费，而且如果按照媒体现在报道说，我看好像金额是要在8000块左右吧，就是你有免费的你不去看，你硬要去加入这个论坛，那只有一件事情，这个论坛里面有东西是不是你公开看不到的，你需要透过付费的这种方式。那再回来的是，那他所持有的这些影片，他凭什么跟你要钱？他比较耸动，还是他的内容比较特别，还是怎样？这就是黄子佼后来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你可能在你自己的平常的生活里面，你想要去浏览或者看这些是一回事，但你今天特别去花钱去买，然后去下载所谓未成年的，而且不是只有一片的，你可以说一片我不小心点到，两片不小心点到，你7片，
欺骗，刚好跟中文字欺骗是一样，你等于是在欺骗大家，就是说你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的光芒，你因为你从事的工作让很多人对你的这个工作产生向往，但你是不是透过因为你拥有这样的一个工作而去伤害或者欺负了其他因为你享有这个光芒而愿意跟你接近的人。所以你看得到，就是包含到他过去曾经交往过或追求过的这个对象，现在一个一个大家去翻他以前，因为网络就是这样嘛，影片都有。像这个是蔡灿德嘛，他就提到说，当时这个黄子佼曾经一度要追求他，结果他的爸爸都反对，那也觉得很奇怪。那时候这个媒体节目上问他说，你爸为什么反对？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我爸就觉得他不是个好人，他一直觉得他就不是一个好人。那你是哪里不是好人？不知道。但是现在网友很多人就讲，哇，蔡爸爸是个先知啊。甚至你看他起底说他之前去参加那个什么百万小学堂的那个影片，哦，跟莫名其妙去十指紧扣一个小朋友。对，老实讲，就是说你现在再回来看，但你这做做事后诸葛啦，就我们节目上有时候会做点效果或怎样。那一天大家会质疑说，张小燕的那个效果是不是做得太足了一点？因为通常都是一瞬间嘛，那手放下就放下了。可是张小燕却是一直盯着黄子佼看。一直盯着他，所以你会觉得那个画面很怪哦。但我刚刚讲这是事后诸葛啦，因为搞不好他就是觉得效果要做到足，做到满，做到一个淋漓尽致，做到天荒地老也有可能哦。那我只能讲，就是说现在看起来社会在这件事情的容忍度是零啊。我所以零的意思就是说，包含到过去曾经有给他机会，为什么？因为现在传出来讲说，黄子佼是不是试图想要透过一些的方式，然后重返到所谓的演艺圈里面去。那如果今天社会在这件事情上的容忍度是零的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回应？还是都是默不，就是都不讲话了，然后就让其他人为了这件事情反而在产生的论战哦？甚至现在看起来还有人不断的在PO说，其实是有新的受害者出现。这个其实对社会来讲才是一个会觉得，就是说原来我们在之前所看到那个是冰山一角，缓起诉那个只是在你的整个的生涯里面，可能只是在你做的事情里面占一个极小的部分。那如果这些事情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挖大之后，那难道过去支持黄子佼的人他愿意再支持他吗？我觉得那些对这些人来讲也会是很大的挑战了。当然很多人说呢，这个黄子佼应该要从重量刑，但是却有这个立委说，现在很多的法规是想要罚他罚不到，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稍后来分析。经过黄子佼这件事情呢，大家都可以发现我们社会对于这个未成年的性剥削是零容忍。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网络上面声量也是他的统神，对于这件事情的评论引起哗然，听一下。你说他看没那么严重，他看了也没到那么严重。我今天讲未成年就未成年了，我老实讲，现在网络上多少人未成年，你去网络 Google 一下多少人未成年，赔钱就对了。不是，至于你说未成年啊怎么样，我也想未成年啊怎么样，对不对？没有啦，你不能硬上嘛。好，想问一下永宏议员哦，其实很多女生看到这个影片基本上是笑不出来的，会觉得说统神怎么会说这样的言论呢？但同时间我们发现哦，国民党呢，他们自己把统神视为他们空战教官，教他们做空战。但是国民党这件事情要不要来表态？你们找的老师做出了这样的言论？我觉得统神的那一段话哈，如果他不是 喝醉酒还是什么，那就要好好的谴责，而且要强力的谴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又怎样，付钱就好了啊，对不对？不，就算不是未成年少女，你要跟他怎样有什么关系，付钱就好了，谁可以接受啊？不要说未成年，已经成年了你都不可以这样，好像一副说我要干嘛就干嘛，然后我付钱就好。未成年，未成年是小朋友呢，小女生呢，你可以这样讲说啊，我付钱就好了。他用这样来声援黄子佼，我觉得可耻，真的可耻。人神共愤啊，谁家没有小孩？谁家没有？不要说小孩啦，谁家没有女儿？谁家没有妹妹？每个都有妹妹，每个都有小孩。然后你黄子佼做这个事，然后你统神这样讲，而且他讲已经不只是小女孩呢，他一直都说只要老子花钱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他的意思就这样嘛，16岁跟18岁以下都有刑责，好不好？是，付钱都有刑责，是，好不好？但他对统神一直说，那怎样？谁不想叉叉？我也想叉叉。他是不是这样讲？我也想叉叉，付钱就好了嘛，谁不想叉叉？
我觉得这个要道歉，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也要表态一下，你们找了统神来做你们的导师，那到底这是国民党的标准吗？而且真的，从黄子佼事件呢，我觉得缓起诉是很可恶的事，缓起诉就是不起诉的意思啦。那当然这里面有演艺圈的包庇，有没有政治立场的包庇？有，因为黄子佼这事件出来之后，那时候 Me Too 嘛，还有朱学恒，还有什么，全部都包庇嘛。那国民党都在这样，就是遇到民进党就说你有罪，然后遇到国民党，遇到统神，遇到朱学恒，遇到黄子佼晋升。我觉得国民党要好好表态一下。江泰议员真的可以接受吗？统神这样的言论，真的不能接受。自己有小孩嘛，他有小孩，我有小孩，但是如果今天不是说如果你小孩被怎样，是今天你说的舆论就有问题嘛？因为在现行法规或是全国的法规看下来，今天不管是你男女朋友，你只要未成年，就算你有身体上的进一步的行为，那就是违法。不管你是不是男女朋友，那目前就看起来就违法。你怎么会有做出言论？好像我有钱，我就是老大，我想干嘛？那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全台湾社会对黄子佼的事件零容忍，是因为这样子。第一个是因为他的罚则太轻嘛，对吧？缓刑两年。然后120万，一千两缓速不是缓速两缓速两年，缓速对不对？然后1200次悔过书，你知道你今天罚则那么低是造就什么？很多有钱人说，我有钱代表说我是不是把120万交一交，等于说我就可以持有这些未成年不雅品，是不是？你就鼓励大家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希望说，是不是可以修法？我们看一下国际之间，澳洲也好，澳洲说不管他各省有自己的法律啊。澳洲之间，它各省基本上都是12年起跳，你只要是针对18岁以下儿童进行儿童不良行，我不能说那个两个字啊，不良行为即属于违法，对不对？至少12年，而且还有14年的。我觉得比较尊敬的是一个加拿大的法则，大家看一下，加拿大它也有法则，零容忍政策，但是他说，就算你在加拿大境内连浏览，就是你的浏览都不行，连浏览都是违法，你就要被查到，就是违法，就是要被关。有一个大陆的中国对岸的留学生，他在那边就是手机曾经浏览未成年的不雅影片，就马上被禁止入境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很多的委员都在关心，没有错，各政党都关心，因为不分蓝绿嘛。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个是为什么零容忍，大家去知道说现在我们台湾对于这些，我们不希望台湾到时候被国际友人士说台湾是犯罪的天堂，这是每个家长每个民众都没法接受了。今天为什么罚则那么低？对不对？我们就应该针对说，今天黄子佼他是个案也好，那到底有多少引路人，有多少未来可能是下一个黄子佼，或者他背后他今天只是消费者，他只是金主，那他的买家是谁？我们有没有查到？有没有办法跟国际的组织来进行一个办案的动作？这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补充一下，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稍后我们再来做补充。为什么大家说黄子佼被罚了120万是根本是不痛不痒？因为他的财力超乎大家想象。对，其实他去年因为 Me Too 事件的时候呢，就有媒体帮他报道，他还算了一下，他平均大概一场的记者会大概是30万的筹码，是最低的。对。然后如果他这样算，你用30万来算的话，一年大概有144场，然后呢还有广告代言，所以呢他这样算起来的话，大概只有大概一年的收入大概4-5千万。你用4-5千万来算的话，4-5千万。对，120万，你觉得重吗？然后再加上一篇1200字的悔过书，我觉得这个来讲的话，真的是让大家笑掉大牙。你悔过书哈，你犯这种事情，悔过书可以用？大家悔过书都在高中才写的吧？而且他写了就真的悔过吗？对啊，并没有啊。我觉得他应该有专人帮他写了，他不可能来自己写。好，再来这1200万，我们刚才帮他算大概4-5千万，可是其实有一些媒体的，就是演艺圈的人来算，应该要 double。对，这个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私下才会知道的。所以你的价码30万是最低的。那如果你一场60万呢？你还有金曲奖、金马奖，还有金钟奖，你这些主持都是那么高的一个费用。所以你这样算下来之后呢，应该大概是有到7-8千万。所以我觉得你罚他120万，这个东西是有些人120万，比如说对我们来讲120万很多，对你还好。对，好，您看他也说对、啊，没有，就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已经算很重了，很重，请吃饭了。对，但是他们这样子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回头去来想这件事情有没有猫腻？你怎么可能？你有两个关于性的一个犯罪，一个不起诉，一个缓起诉，你说社会可以接受吗？对啊，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
同仁、警察同仁已经在想方设法了，这个一定要想办法去办他、啊。对，你不可能就让他这样子轻舟已过万重山吧？嗯、然后呢，你想想看，他赚那么多钱，然后你罚120万，然后呢，其实从 Me Too 事件之后呢，你大家有没有发现，从春节过后，包括他的小编，包括他的对的，就有一些照片都已经陆陆续。陆陆续续出来，就开始在铺牌了、啊。对，已经要铺牌，就是要来付出。如果你真的，我觉得还是讲那句重点啦、啊，道德是最，就是法律是最低的。对，一个你，我们真的不可以让恶人逃过法律的制裁。如果这些人逃过了，那后面这四五千人的会员是不是逃过了？然后这四五千个会员逃过之后呢，会不会有其他人对又进去了这个创意私房？那你想想看，大家要怎么面对？哇！以后这些坏人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与此同时，这些受害的女性还活在地狱里面。而且没错，就是活在地狱里面，他们还是持续在更新他们的一些资料、嗯嗯。我觉得不可以让他们再过这种生活。嗯 ，OK， 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讨论，拜拜。